平时绿色吃食红色吐出黑色是什么水果？西瓜。电灯是谁发明的？爱迪生。大象的左耳朵像什么？右耳朵。这些问题太简单了，有没有难点的？再不提问就算我赢了，最后一块西瓜归我了。一个西瓜有多少颗籽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来任务了！是谁传来？探测到失踪的书林，探测到失踪的书林。神奇小队，集合完毕，开始变身。出发！到达异常地区，飞船准备降落。西瓜围墙里面，看我的！几根瓜藤，休想困住我吴天天！天天，等一下，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故意的是吧？吴天天跟你拼了！不要！我来了，天天！小炮，无敌防御盾！以我的浅见，瓜藤的攻击范围有限，它无法攻击超出自身长度的范围。急速闪电拳！你们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公平！重新再比啊！我知道了。只有枯黄的瓜藤会缠住我们，所以只要绕过他们就可以了。那边神奇彩虹蛋。天天，小胖，朝黄色瓜藤少的区域跑。好。哎呦，想不到我还挺灵活的。哎呦，小胖，我来帮你了。哎呦，小心，树灵就在这颗西瓜里。急速闪电拳！
小树林，快跟我回家吧。不好，树林想把我们也困住，快跑！救命！还命呀！遇到困难你就翻翻书，翻翻。开启传输。天气这么热，最适合玩水枪大战了。一个破水枪怎么对付得了这么大的西瓜呀？是红蜘蛛。红蜘蛛，红蜘蛛会吸食西瓜的叶子和茎秆部位的汁液，红蜘蛛泛滥可能会导致整片西瓜蜘蛛枯萎。哦，我懂了，树林困住瓜农，用枯黄的叶子绊住我们，是为了提醒大家这些西瓜感染了红蜘蛛虫害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红蜘蛛怕水，可以尝试用水攻击它们。树灵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这就帮你解决掉这些红蜘蛛。太简单了，问题解决。红蜘蛛又爬回去了。红蜘蛛虽然怕水，但要根治的话，需要用防虫药。可是我们现在上哪儿找防虫药啊？我有防虫药，哎，放我出去帮忙吧！卡皮卡，跟我回家吧。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属灵归位，万物如常。上次是我大意了，这回可难不住啊。西瓜籽的含量是根据各种因素产生变化的，这个大小的西瓜大概有100粒子。可是这是一个无籽西瓜。又大意了。